几个老鼠朋友来帮忙。老鼠朋友到了大肥猫的门外，一边敲门一边喊道：“嘿，大肥猫，嘿，大肥猫，快追我们呀！你肯定追不到。”大肥猫生气地说：“嘿，我肯定能追到你们，把你们一个个都吃了。”说完就气冲冲地去追老鼠了。巴赫和小老鼠赶紧进到大肥猫的家里，把他的烤肉通通偷走了。他们带着烤肉回到家里，一边吃烤肉一边高兴地说道：“嘿，土耳其的烤肉真好吃。”